你在干嘛？看要送给大家礼物啊！叮叮，好呀，这样，我们要给他们 surprise， 对，所以要偷偷藏起来。对，里面有的是香水，然后有些是小皮夹。因为我们住了快两个月的时间，差点把点心做掉。因为我们住了快两个月的时间，所以现在小仙换了一个大的婴儿，比较大的婴儿床。听他们说，别妈妈说我们小孩怎么这么大只？他已经两个月了，刚好这个胶带比较松，可以看一下，偷偷看一下里面。好，结束。耶耶！然后我们在大概快要离开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去送了。好。小仙，明天回家了哈。明天回家哈。这是在月子中心最后一份下午茶喽。今天还有个小玫瑰，还有点心、优格。好，蛋糕。我很喜欢的一件事，就在这边吃东西的时候，这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天空。这个陪着我们两个月的地方。我们刚刚在整理东西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整理完了。这电脑要搬回家了。剪片的好伙伴，嗨，嗨，嗨，小仙，不要回家，好不好？在那边住好不好？小仙，你说嗯，这样就没有姐姐们帮你洗澡咯，没有浴缸可以泡澡。而且我们还要做 SPA 哎，等一下有精油按摩，好不好？精油啊！好，我现在来吃早餐啦。这是水果，要走之前的水果。我们刚刚已经吃完早餐了，水果吃完之后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我刚去婴儿室看小仙，他是超可爱的，他穿他的新衣服。第一次穿吧，已经快不行了。他是穿那个连脚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他的脚是被封起来的。然后他的脚的长度已经快要不行了。那个已经对，可是超可爱的。这是我们的 check out 之前的点心。我们现在都整理好了，现在。要去孕婴室看一下小仙在干嘛，刚刚好像在喝奶，然后一直睡着哦。现在我们第一次要来介绍房间以外的地方。你看上面它都有紫外线消毒灯，然后这个方向就是孕婴室的方向。在那边喝奶。这是反手位吗？真的耶，他那个肚子，这肚子太大了吧？应该的，他把它拉开。刚刚那个是来还我们小仙的东西，他的鸭鸭，还有他的药跟他的奶粉。奶粉。
他给我们的卡片。嗯，那介绍他之前鸭脚跟现在脚。好，这是他刚来的时候小脚丫。叮叮。然后现在的大脚丫，哎。叮叮。大超多的，哎。对啊。然后这是他的成长日记，有没有？他做的。对，然后他的图。对，还有有人帮他画的。对。你看他这个超好笑的，超会摆 pose， 有没有？有啊。祝福你平安幸福一辈子，等候阿姨们组团到温哥华玩哦，在这么有爱的家庭长大，平平安安、快快乐的哟，姐姐爱你，跟小丫丫一起长大哦。不错哦，小丫丫。哦，那这是昨天拍的，上次他们带他们今天做的，这是怎么都洗澡了？你看看这表情，你看这表情。他怎么就睡成这样啊？长大真的一定要，第三个愿望留给你自己心里许。对，完结喽！他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睡成这样啊？完结喽！哎，他是很熟哎、欸，是很熟的。好，妈妈带爸爸吹蜡烛一下。好，我们祝福他平安健康长大哦。耶！啊、他刚才很夸张，怎么会睡成这样啊？他就是一天比较醒、哦，一天会睡睡晕晕昏倒了。他昨天蛮醒的。你看舅妈买的衣服、哦，舅妈你看多紧。你看他昨天穿的衣服，会超级麻烦，还这样动。每天穿。因为你在家里不可能穿这个，不舒服、啊。是的，对对。就是换尿布比较舒服。就是换个比较舒服一点的，然后大一点的，好不好？他说看一眼就起来了，就起来了。然后他的神嘴，祝福吗？我的蛋糕来了，谢谢。蛋糕来了，嗯，哇，蛋糕哎！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仙子有蛋糕，仙子，哇，你的蛋糕，你要不要吃蛋糕？有蛋糕哎！哈哈哈哈哈！蛋糕哎，太好笑了吧？这是你的满月蛋糕哎，对，满月蛋糕哎，一下嘛。仙子，你们跑去哪里玩啊？在那边睡很多吗？昨天我晚上推过他就来睡觉，真的？那我可以吃吗？是啊，心心念念的。嗯。然后一天就会比较好，一天有，我看一天成一天醒。他就是一天成一天醒。可是大部分时间他如果睡着怎么办？来先啊。哇，吓到疯掉。我的手机关了。我们要回家咯，好，嗯，我们要走了，带着我的哺乳枕，小仙，拜拜，帮我拿着，真的睡得好熟哦，小仙，拜拜，他还在睡，起床了，还在睡，还在睡，等一下，物理部要出来了，哇，依旧不行，依旧不行也是。你怎么那么好睡？还在睡。你要回家眼睛张开一下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拜拜。你说拜拜。拜拜。完全睡翻了。噔噔。依旧不行人事，真的。小心哦、喔！来了，沿途召唤他。真的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主角自始至终都没有醒过，对，都没有醒过了。哦，全吵不醒哎、欸，动了一下而已。我只是进电梯要回仙宝宝，他太亮。嘿。继续睡吧，因为现在护理师不在。哦，对对，那你还是睡好，就不要醒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睡你睡。对。你是怎么了？
宝贝要回家了。他感觉很害怕哎、欸。他是疑惑。嗯，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，好、哦，要回家了。对啊，宝贝要回家了。We're going home。大眼瞪小眼比赛开始。来，开始。你这是什么奇怪的表情啊？要回家了。你让我、啊，让宝宝、哦，他马上就砸了。笑了，欸、笑了、啊。不行，车上不行。回家呀。他跟不保的。对啊。嗨，怎么又在睡啊？对啊。睡成这样子啊。很可爱，有没有？谢谢阿姨照顾。那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谢谢大家照顾。阿贤，给你。太，你们太高纲了啦。哎呦，我鸡皮疙瘩了。不会的、啊，睡着了。谢谢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就要给你，刚好你爸来了，对。谢谢哇，哇，感觉很高级耶。谢谢小仙，小仙要在睡觉。八岁，小仙愿意哦。你每次送礼物都在睡觉，那你要不要讲句话送给小仙？如果因为这。影片想要给他看，就他长大以后没有看这种，所以可以看着他讲，因为这是给他的啦。你不要回我，不要划啦，好不好？你跟姐姐们一起待在这里，还是你要住姐姐们的家里？快快长大了，我们去找你玩好不好？首先你要跟现在一样，非常的会吃，而且会睡觉，知道吗？然后长大以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做运动。现在吃没关系。他其实很好带耶，说真的，他很好带吗？嗯，我是佩玉阿姨带你打预防针的哦，真的，我们都好喜欢你哦。谁死还不听？你十八岁再回去，好好笑，你睡太夸张喽。所以我那天，我可以老实跟你们讲，我那天排完服，因为我一定会哭。对，所以我已经送了好几个，就是我很多宝宝哦。对，因为你们其实看很真的很多，对啊，很谢谢你们选择这啦，我们也开心来这啦，我们真的很开心来这里。嗯嗯，而且阿姨要跟你讲的是，你有一个很棒的爸妈跟一个很好的家庭，然后你可以在这么幸福的家庭长大，你一定要健康好，然后长大之后一定要孝顺。好不好？然后一定要乖，功课好不好？我觉得都是其次。真的，真的，功课对健康第一。对，好，好，阿姨记得阿姨哦，阿姨一定会把你放在心里。好可爱哦，真的是舍不得他。两个月真的有感情。真的哦，两个月真的待很久。对、哦，他如果出院，我就不来上班了。没有动力。那我们回去好了。真的。他跟他一奶那个影片好可爱。对啊，他一奶，然后还摆一下 pose， 有没有？真的。水。哦，好。好好。哇，今天这么多。对，今天有给宝宝试吃的。好。先嘞，阿先嘞。我礼物给你们。啊，这么好，谢谢。真的好可爱，谢谢谢谢。然后这个是 LV 还有送是端午节的礼物给我、可是我觉得你们比较需要。该洗手。我们都放在家里，可是我觉得你们比较需要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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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照顾小仙，好可爱哟。谢谢金，好不好？好笑了，好笑了。好，因为他会有点想学，所以可以跟他讲讲哈。好，阿森，谁好可爱？谁好可爱？宝贝没事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没事，爸爸在呀、啊，对不对？Here comes the moon. Help us.